TICCO 这周变脸机器人 与拉伸模包装机的配合案例。 口罩油碟片机按照10片一碟来料， 每分钟产能600片。 该系统针对来料相对不均匀的情况， 对数据分配进行优化， 增加缓冲工位， 解决了因来料不均时导致的物料漏走问题。 该分拣工作站适用于各类拉伸模包装产品。 关注TICCO 这周机器人， 带您了解更多并联机器人的应用。